总统，您提到两岸应该对统一保持开放，是不是跟韩国瑜不同调？徐国勇说太阳花国务培士马建武告成，您有话要说吗？总统，九五年四月三号去见阿扁，真的不知道同一天要签约出售中视吗？事前都没有看过契约内容，是不是？